我终于拥有了他们家全套吗？而且是最新款哦，国内第一个。今天佳琪收到了 MAC 的一个礼物，然后呢，所有人都没有看，然后我也是今天第一下看。前两天还骂 MAC 来的，他都给我礼物，这样子有点不太好意思。他就是想要让你不好意思，抬不起头做人。你才抬不起头做人呢！我来喽，三、二、一。绝不了，乱七八糟。我感觉我那一天不垮，可能是出了奇迹。大家当没有看见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哎，李佳琦终于有全套 MAC 了耶，我的妈呀，好开心哦！而且还有惊喜，还有惊喜，哪里？下面还有一层。哇哦！哇哦！下面还有一层。哇哦！哇哦，哎，拉开，卡住！不要用力，不要用蛮力，这很贵的。所以这一套多少钱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，这一套19040，两万块不到吧？哇，好开心哦！我的天哪！好了，就是你一瓶面霜的价钱。好像你这样说一下，好像确实也是。谢谢 MAC 的礼物哦！天哪，哎，这个要试烂嘴巴吧？可能。其实我刚猜到了，他会送我一套这个。所以 MAC 你是想要让我帮你在这么多的口里面，你们家全套里面找到一些比较更好看的颜色和可以再重新火的颜色，对吗？我刚刚随便拿来一支，我觉得那几颜色很好看。我是拿的是这一支啊，这支颜色是火的，现在很火了，已经不用我推荐了。八排，他们说八排小助理。一二三四，哦，八排。你的心早就已经下班了。那就是两万多。的，谢谢 MAC， 全部试一遍啊。那我的嘴巴可能会烂掉哦，好不好？这就是 MAC 送给佳琪的礼物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不会送给你们的，哈哈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